豁达才会开朗，开朗才会有阳光，有阳光才会有正能量，有正能量才会上天堂。嗯，是的。你说一个人不豁达，处处心中都是有他的淤堵之处，或者是不能见阳光之处，或者是什么什么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忙了一生，累了一生，最后是怎么样，自己也觉得很窝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只是把那个考前猜题，考古题先跟你说，就长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也不用想太多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先把很多事情道理想通探穿，弄明白，就是天天是好日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你会看到刹那间，花是花，草是草，是吧？天空是天空，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的美，所以好事就近。你看啊、哦，多少年前呢？我那时候还是我在美国那时候学生的时候，是吧？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可以种点花的地方，是吧？种了很多玫瑰，那时候觉得哇，玫瑰哇大放异彩啊，觉得哇，这个大自然太美了。我那时候就有个冲动，我就觉得这玫瑰可以吃，要不然觉得很浪费。这么玫瑰生长得这么漂亮，是吧？这花朵一朵朵，这尤其后面不知道是肥料加的太好还是怎么样。那玫瑰，我不知道你看过多大一朵玫瑰。以前我种的玫瑰，讲出来吓死你，有这么大一朵，哇！有看过吗？我这个真的。我觉得没有在夸张，真的是长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在想，这玫瑰有一天可以拿起来当饭吃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有心就有力，有志向嘛，是不是？事隔多年之后，是不是也误打误撞开了一间小铺，是不是？误打误撞呢，就真的因缘际会就把玫瑰引进来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台湾的小铺就有这些玫瑰的产品，是吧？什么玫瑰冰淇淋啊，对不对？玫瑰的这个什么 XYZ 啊，陆续推出中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大自然呢、啊、真的是太美太好，所有东西都是资源。当你看懂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真的不孤单，有那么多的万物是你的资源，你怎么会人生中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卡在那一点上动弹不得？那不就像那个小昆虫，对吧？那么大到大不去，非要从钻到那个什么小小的一小块里面去，然后爬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像不像这样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天地何其大。